好，欢迎回来。这盘棋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保级无忧的两支队伍，但是呢，大家非常关注，因为陈耀烨和朴廷桓的这个对决啊，近来陈耀烨非常的火，刚刚呢是夺得了名人。啊，对，国内的这顶谭笑对吧？对对对，3-1胜谭笑，夺得名人头衔。对，而且两个人都是这种新一代的代表性人物吧，可以说是在世界比赛上，双方都是有非常，都是代表中国、韩国有冲击过很多次这种世界冠军，所以这盘棋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盘棋。对，好像近来他们两个人的状态都特别好，朴廷桓也拿了一个国内的一个冠军，我看他是3-0击败了穆正硕。穆正硕，对，不是吧？那个是金志熙吧？那个不是朴廷桓。哦，是金志熙、啊。不过反正像崔哲翰，他都像这种韩国天王级的棋手呢，这个跟中国棋手对抗的话，应该大家都还是非常关注这个对局的结果的。对，陈耀烨和朴廷桓呢，应该也是老对手了。对，他们虽然两个人都很年轻，但是而且听说他们在网上也互相下的棋比较多，所以对对方都肯定了解也是很深的。好，那我们看看他在中国的围甲联赛中。好，这陈耀烨执黑，从这个胜率来讲呢，陈耀烨对这个韩国棋手的确，我觉得从这个胜率感觉他是真的是赢的比较多，输的很少，没有怎么见过他就是对韩国棋手连败的这种印象。辛晓木打黑手脚，然后大飞挂朴廷桓的白棋。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朴廷桓好像也是拿了一个什么比赛的一个冠军。那肯定有，他现在等级分在韩国是第二吧，应该所以肯定是有头阶的，但是说不上他是叫什么名字。对，点一个是也是现代的下法，这个以前就是这么跳一跳就算了，然后有点一下，然后再大飞一个或者叉二，以后留着这个飞啊什么挡下来的这一类的，这个点是让你看不清你想攻击哪儿。其实就算这种尖出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形状中间嘛，但是这样就另外又是一个局势。反正黑棋最不能下的就是爬完了，比如说就往这边下的话是肯定显得太好，就不要从三路就这么一直长了。对对对对，再跳，而且这样的话白棋显得很轻，你下一个该攻哪个子你都不说不清哪个是攻击的重点，所以这要是黑棋想把这个白棋走重的话，你局部是点在这儿比较是一个就是先把你点像你接上、粘上的话再尖出来吗？对，再尖出来，这样的话就显得这三个子比较重，而且这两个子也不好处理，就是这种方式呢，可能是这种下法是有的，但是他点的时候呢，白棋可能就把这个子就看清了，就这么往上压也有可能，因为你毕竟这个点和这边呢还是亏的比较多。哦，这边对比较宽，就是说你这边不管是长也好冲也好，这对这边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威力的话，这个点呢的确也是有点卖命的，就是按照道理来讲，你要是接上的话，这个能坚持得到这个形状，白棋也不好处理，这个因为这肯定封不住了嘛，这地方往哪下就算尖一个，他就跟着你这样挤走的话，这样其实白棋也不好处理，但是点的时候白棋可能会压。对，我觉得如果这样一旦被黑棋出了头之后啊，白棋就会觉得两块被分断很重，所以反正白棋这下得很轻，这种下法就是说让你抓不住一个攻击的要点，这是一种也是现代的下法。那索性黑棋在这个局部就脱先了，挂角，然后下面脱一个，退一个，然后再挂角，二尖高加，二尖高加。其实就是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把黑棋就是现在选择虎一个吧，虎一个，它拆在哪儿呢？就搭配这个也是现在一个流行吧。这个应该，据我所知，也应该是，陈阳也比较喜欢的一个，怎么也不能算喜欢吧，肯定应该算是很熟的一个那个，经常会下的一个定型啊。原来我记得，等于是这个虎肯定是就是总成这个形状啊。原来那个怎么说呢，日本的小棋手让陈耀烨帮着我看看他们帮他摆棋嘛，
他们有个孩子比较先苦了，以后怕这个以后挂的时候会有变嘛，他就跟我讲过，这样下肯定是应该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可以下成这个形状的啊，这个我有点印象，但是具体是、嗯、是怕点呢还是怕什么我也是忘了，但是他就是对这个局部的研究呢其实是很深的，那时候也专门给我们讲过课。嗯，哦，然后实际上是走这个，然后还是虎，嗯，还是他交换就是攻击这个子嘛，等于是，然后他也是飞起来、嗯，一般是跳的，但是飞起来就是说你现在他不怕这个靠断，嗯，当然现在立刻靠断其实也靠，就算走到这儿也没什么大气了、嗯。现在这个，那现在这个飞和跳一个是跟这边有关系吗？嗯，有点关系吧，反正因为这个定序显得这个飞啊，嗯，会对黑气紧凑一些，就是压力大一些。因为就算它成功的时候呢，成功的让你的感觉会压力大一些，这样的话就是以后你再从上面走啊什么都压力会小一些、嗯、所以只要这地方觉得没有什么后患的话，这飞一个还是比较紧凑的下法，当然看局面了。因为你比如说这边是黑子的话，刚才像这种定式的话，哦，那这个就不想飞，对，这个被逼住肯定就不好，它肯定跟这个配子呢，这个是白棋的想法，肯定是觉得这个配子可以飞起来，所以它就也不怕你打入这个，所以才想飞起来。对，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说如果白棋飞的话，这个边的价值就变大了、啊、如果跳到这儿的话呢，对对对、嗯、这条边好像就很无聊，双方都不怎么想在这边，对，反正就比较觉得你再走个叉价值也肯不大，肯定要走的话也是走在这儿、啊、对，所以这一手一手棋就是走的时候肯定是，而且这样对上面的攻击性会强一些。嗯嗯，然后其实跳起来也是可以的啊，但是 跳这个、嗯、那我就有小飞。嗯，但是这种棋就是说看起来的确是气势上很好，但是能不能攻制到实际上的东西是很难讲的，因为这局部上我觉得白棋不怕，好像我也下过几盘、嗯、我觉得根本就没法攻着白棋这两个字，而且在这种地方有靠断的可能性的话，的确这个棋黑棋也是不是很好下。对，我觉得我就这么简单一跳，下一步黑棋就已经没有棋下了啊，就是这样就没棋下了。对、啊、走什么呢？如果继续凶一点，那我再刺了一靠出来，嗯，好像就不好下、嗯、对啊，我觉得黑棋没办法。这不是书上有定论吗？嗯，我不知道，但是你说一粘我一靠出来，那我比谁先靠一个呢？靠一个我就跟着硬啊。这个棋肯定还是有下的，但是就是说能不能攻着东西的确是很难讲。嗯，对，那这个我可能要挡了，然后打吃粘，你要补这边，那我再从这边钻。嗯，这边钻肯定是有靠的形状，但是就是说的确这下面白棋活也不难。嗯，而且这边白棋已经先得了。对，这种攻假如就像你所说的还比较薄，没有攻着什么东西啊，这个对现在的棋手来讲的话，这种冒险是一般不会冒险。嗯，这种目数一般先让给对方都是他们，但就算这种下法其实对这个子还是，因为这边有子嘛，所以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个定式，对这个子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对，双飞燕。嗯，接下来一手棋我觉得我见都没见过，我见最多的是靠这个、嗯、然后你肯定也有压这个的，还有尖，对对，尖一个，这尖这个的是最少。对，这边如果有形式也有尖，那对方我真的，反正至少在我的对局中，我是一盘都没下过，嗯、我和对手也没下过。这个其实倒是说实话，这个是先开始可能日本棋手下的比较多一点，张雪啊、王明满啊什么，原来在五六年前下这个比较多，而且在世界比赛也经常看见。我们中国棋手下的多吗？也有过。你肯定讲棋当中肯定讲过，这是讲过，反正我肯定没下过。你自己没下过，但你可能忘了、嗯、这飞是有的，然后这个靠断是有。其实你要是看完这个电视、啊、接下来肯定是要拖，看完这个定式的话应该肯定，其实点三三也有啊，这种下法也经常见过。靠断是最复杂的，对、啊、然后打吃，对，其实打吃哪边都有，他就比如说先打吃这边的话可能就长的可能性会，对，反正哎，那如果你先看打吃查应该得，然后我再打吃这个，嗯，对啊，然后就再接一边，我接哪边好呢？接这边，嗯、这个，拐。看来你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个。接这边，哎，我真的不知道。那么、个、冲下去，先这样。啊，冲下去、嗯，那我就吃。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定式。然后接上，对，然后再吃这个。哦，那我吃这个。那个其实吃不吃都有，咱们就简单的把这个打成吃。行，我再挡下来。这样也是一个定式。
这样也是一个定式。这样我倒觉得白棋不错，因为黑棋的这个子效率也不见得，这个挡是先手，以后还有两枚挡等于是，所以这个打不打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可以犹豫的地方。那就是这样是一个定式吧，这样应该算是一个两分的定式。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你冲的时候，就是这下也打掉是吧？对，冲的时候，冲的时候是不是也只有，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是在这儿，这是不是也是个定式？那我是不是就再继续挡啊？看你要不要吃我这个了。刚才吃成这样的话，就等于这两下它可以吃着了，等于是。那问题是你这边便宜了，你这一家就没有。对，所以就是这个黑棋是有选择的，但这也是就是从打完了冲下来，就下到这儿是一种，是本身就是一个定式嘛。这个本来我是以为现在他实战选择了一个打吃的时候就这么low打，这也是当年研究过很长时间，而且就是不管是在中国、韩国、日本都有定论的一个棋局。但是现在已经四五年在这个世界比赛上，或者包括，对，我觉得已经好久没见的这形了。本身你看，你刚才说飞就没有见过，嗯，这个定式本来都有的，长这个有，这也是定式，但这一期就是非常复杂。然后，据说我的记忆当中，这假如有黑子的话，嗯，应该这个定论来讲应该是黑的好下的。这边有黑子，嗯，那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喽。应该是对，现在所以这个现在应该是黑棋好下的，但是。我已经忘了是吧？那我们看看这个实战下出来这个棋形到底是谁好下啊？实战上这个劫肯定是不能开的，这个劫现在太恐怖了，什么劫台都没有，但这个没法开，这个接上这个蓝白现在就断上去，这是最严那个。然后黑棋的这个力是一个很狠的一个棋，对白棋的脚上的这一力或者死活是死的，等于是蓝白棋现在也没法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就被这一冲出来冲扳吧，还是扳啊？嗯，扳可能会好一点，含蓄点。嗯，我比较直接，我就一打一跳。一打一跳还挺复杂的，就一直给你压过来的话，这棋还早呢。你还要夹住我？可有可能从上面走的话，这棋还很复杂。扳一个的话，这不好封了，等于这样的，就这样。对，应该就封不住了。嗯，这样肯定白的不行，所以白棋要跟黑棋拼命，要挡住跟这个。然后在我的印象当中，这棋立没有得拆到这边，这个我如果立呢，你现在能马上吃我吗？如果不能，你挡一个我再拆回来，你不一定那个不见得便宜，那个立等于是哦，有可能他那棋有可能是不立的，因为这他可能想单断这个，断完了以后再看你的下法，以后再立看立不立，因为只要你现在没时间打。白棋会打吗？就是等于是假如现在他实战差，你要现在打的话，他这个断只要成立的话，白棋现在没时间打吃那个子，所以这个局部的那是我的记忆当中啊，就这一下能够靠着的话，这下假如能靠着的话，这棋就算在打或者是就算在这样尖这样去吃黑的话，这样应该是白棋好是好下。我也忘了这以后的变化肯定是很难，但这些靠很难靠着，但是知道重点啊，这个必须要靠一下，为什么？是跟这个段有关系，等于段的时候想做成一个这样的形状，就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打也是，现在等于这个地方要被吃掉，这有一个交换之后它就可以连出来了，所以他为了怎么说呢，为了这样去吃黑棋的话，就是这下要靠着，但是这个靠的时候呢，黑棋可以断这个，这是我的记忆当中，这样下呢好像是应该是黑棋好下，然后因为白棋不管怎么吃这个子也不好吃，因为白棋气是紧着的，结果可能还是要打了尖这一类的，所以呢还不如先开始尖，就是这个结论是一个一个往回推推，所以就是说能够拆二，然后这边有子的话，这白棋的尖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不成立的，但他实战就这么下了，所以就不知道莫非可能是现在他们又有新的研究，但是这个形状的确像你所说现在很少出现，所以不知道朴定桓他是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准备吧，这个一段对，嗯，因为像你比如刚才这个立啊，他比如说这地方是绝先的话，有可能他直接搬一个你断打是提的时候他接上，然后再把这个提过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先那个立就算跟党交换也不见得便宜的，现在这个那白棋好像只能打吃，对，
所以就刚才那靠是已经靠不着了，他肯定不会往这边走，靠的是肯定会往里面搬这一类的。先压一个，然后长，这个地方始终都是要补的。补是要补，但是怎么说呢？它这个补现在你比如说直接断吃的话，它这个现在应该蒸子有力的话，它压了几下以后，现在白棋蒸子有力，蒸子有力吧，对，是有力，就是等于是黑棋现在比如说白棋实战这样，然后拐住。假如现在黑棋蒸子有力的话，现在断一个这个棋就结束了。等于是这样的时候，他这样能挡的话，这棋就下完了。但是现在这蒸子有力，所以现在黑棋，这样的话本身就变成三国棋，就慢一棋了。气场。所以就现在这的确是差一手棋，但是他现在可以先暂时不保守，先来把你的气先紧住。对，先蹭着。然后黑棋呢，就是要长气，长过三口气就行。对，就是只要三口气的话，有四口气，对，有三口气给得该黑棋下。就是说得沿他得先手走成四口气，然后再断一断就可以了，然后再补的再补。然后他单粘吧。搬个力，对，如果粘上我已经四口气了。没有粘上也还是，但粘上它走是还是要搬的。但是粘上呢，以后这棋比如说这个要是黑棋吃掉这块棋没有眼啊，这块棋，就是说当然这边不知道下成什么形状，也还没有眼。对，它立完了以后，它可以虎到这儿。这样的话对这个眼位有帮助。这就很复杂了。现在呢，白棋是已经不敢立了，这个再被成立的话，这棋就不好下了。所以白棋现在得该补棋了，补这个。然后看这地方下得很妙，黑棋其实现在是完全，但是想吃这个角的话，应该可以吃吧？吃不了吧？点吗？点了爬。点了爬或者单靠一个吧，这样是不是气好一点？要想吃的话肯定是应该可以吃的，但是就是说这边它冲断这一类的，因为这个要吃的话以后打吃的时候就尝进去。你冲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给你端的机会，你冲我就吃了，就是说这样他觉得便宜不便宜的意思。这个你说他就算把这个全部走掉吧，这样全部都走成这样，局部上这期已经这是有眼杀无眼，但是这样再一冲，现在再一冲，就是吃可能是能吃，但这样的话便不便宜就不知道了，而且这吃还不是那么好吃。这里面气，对，需要都提了这么收进去，这样不大好吃。就是这地方它这个有这个有气子的可能性，而且这气肯定不肯打了，打吃在这儿的话就觉得这留个打结又不舒服，所以黑棋现在实战，他就下的拐在这儿，就双方把那棋放在那儿，一个头疼的角上，又这种地方真的是很头疼啊！这个地方，可以让白棋选择双胡。双胡或者是打劫，就是双方都有选择。对啊，如果立下来就可以选择双胡。白棋是对，只要立下来，白棋想双胡是肯定有双胡的，然后就立下来。立下来。但是呢，你要是想去吃掉的话，那自己也就变成锦旗劫了。就是立完了以后，看你往里面收不收，等于是，他再把这个压起来，可以当成双活双解。但是双活的话呢，要是变成双活的话，你看这样的话，这黑棋模样这边变得很大，你的这块棋没有活，这以后还要被搜刮。就双活的话，可能是白棋没法接受的，所以白棋现在就开劫去要去赢这个劫。哇，那现在这一上来打这个天下大劫啊！但是说黑棋来讲呢，黑棋输了的话呢，也不是棋就下完了。那白棋要是输的话，白棋就下完了。对，白棋花两手棋竟然还输了，而且在外面就没法看了。黑棋为什么没有立刻去吃呢？因为白棋刚才就压一个什么都是劫材。他现在把这个棋走后了以后，而且这边又成了模样了以后呢，这个劫就显得是白重黑轻了。对，因为白棋眼见的就是一直在走嘛，立一个又吃，花了手数也比较多。黑棋就狠狠地把这个棋先走重。这是在制造劫材，对，把这个断就可以当成劫材了。他现在就开始开劫，这个开劫就是下一个打一个你就完蛋了，对，白棋提劫，然后断吃这个，断这个，这个是绝好的劫材，只有劫上，再提回来，然后这棋白棋去哪儿找黑棋的劫材呢？他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劫，因为这个被吃掉肯定就不行了。
所以他就不能被人家打湿的。一般来讲的话，会是立在这儿。嗯，但是这样的话，人家铺一个还积极，可能会先爬一个，也有可能，就是打击的时候对黑漆就没有悬念。嗯，他是扔下的狠，搬在这儿。搬在这儿呢，让黑棋只能打在这儿。对，就是说，就是其实你一样的，刚才铺在这也是一样的。他走在这儿的话，对这边的影响力会强一点。就是打赢了的时候，对这边会对紧住了黑棋的一口气。对，反正就是下得很顽强。但是这样的话呢，白黑棋先爬一个，你现在得花消极得花两手去，现在白棋又不肯，所以现在白棋也只有接着硬，而且又不敢搬，因为这搬这一段就变成劫材了。确实，这个打这个劫啊，要思考很多。搬这个虽然断是这个劫材，但是这个亏是不是亏的也挺大的？但是这个跟这个劫相比，没法比。这个就算亏再大，这个劫一输了以后，这白棋下到这边，其他地方都要烂了。所以、那就不能给不能给他有明显的劫材。其实这黑棋就直接这样一直往下爬，其实也是一种下法。那一直爬，白棋就一直爬，只能长，他不敢搬，一般被一断，总是劫材都会走的。所以黑棋现在就是不管怎么蹂躏你，你现在只有把这个劫走后，然后看能不能攻这块棋。那个劫是而且不能输的，所以黑棋现在就是下的比较简明，就是说现在就直接给你干真的，就现在就一口气了，你走什么都得提那个。那白棋就是只能万劫不应，万劫不应。然后他现在搬这个就来吃这个脚。无论走什么都值当看不见，得踢，只有踢这个。真的，因为这个就算硬完了以后，没有踢的时候没有任何劫材了，你不管在哪儿走两手都没法下了。现在他现在只有踢了这个，踢这个。嗯，其实看着这个造劫材、不是就打劫之前嘛，造劫材这些啊好像都比较容易想到，但是他在实战下的时候可能还是挺妙的。你在哪造劫材、怎么去造劫？而且这个从判断来讲，形势判断来讲呢，肯定这棋还早，就是说不能说是完全黑棋优势到哪儿、但是大家可以经常就是业余棋手啊，总觉得被子拔了很多、很难受。对啊，这一个角就这么拔起来，对，就这么没了，而且这很壮观的就把这棋拔起来了。但是你可以这么想，黑棋被吃了多少颗子，就吃了子，同时呢白棋也多了多少个子。要这么去判断一下以后呢，就是白棋的手数黑棋手假如差不太多的话、那本身就是说一双一人走一手一人走一手的话，这就是不是你想象的空那么大，而且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铁铁的这木而已、在这间比如说你像搬一个这一类的啊，对，都是亏损，这个非常亏损。你比如本来可以往这边走，你搬完了以后这一个打也是绝仙了，可差不多可以说是对这边的形势黑棋是有利的。而且这几个子就放在搁在这儿呢，你还没有吃到的话，总是它没有亏嘛，也是在这里、所以而且这个爬的价值就没无法体现了，这个价值太大了。对啊，现在白棋需要做活，做活是肯定活不了，但是棋肯定不能白白的死，要白白死这棋也是没法下了。所以白棋就是比如说要你说现在挡一个的话，那我就搬一个，对，就可以气的、但是气着这棋肯定就是没法下了，所以就是他还是要顽强的在这里给你搞东西挡住。然后现在比较简单，你就把这个子打拔了。提掉，这个地方白棋不是已经这个被打肯定不行，所以就只有这样做眼。你现在要是来吃我的话，对啊、我搬，我就挡下来。这样的话比刚才就会复杂很多。又是一个劫，跟刚才那个劫好像有点像了。但是这个就是本身黑棋，刚才你是可以直接吃掉白棋的呀。现在变得一个这有一个劫的话，总是显得黑棋会亏了，而且你动不好打不好这些，你自己也要死了。这样的话，所以黑棋现在没有必要去直接的去那么火，因为这打拔价值也很大，而且让你缩了一手，他就把这个爬。那当初打劫就应该多爬两个，然后我再爬。现在不是也爬着了吗？现在倒也是爬着了。一直都能爬着吗？应该可以爬着。这个搬完了感觉，因为这有劫的话被一断，实在是白棋不好下。所以对，爬还是能爬着。对，他又爬了一个。实战也都爬着了，然后搬这个，对，吃它。其实现在呢，白棋是可以有选择的。现在其实挡一个呢，虽然你多爬了有可能比刚才先开始挡吃掉，肯定这也是让黑棋头疼一些，因为这个。我觉得吃掉总好的吧。对，就是比如说这么就速速把这个圆掉。我就在这儿补一个，不行，补一个不行，它一。
看你怎么补了。我怎么不知道怎么活呢？这个就是让你头疼的，就是说这么下，其实让你已经就是有一点。对，本来我想着如果搬到这边活，搬到这边活，它一扑，这不是还是打击吗？对，还是打击。就是说已经给你留了一些这个，就是让你头疼的地方。可能的确接在地方里面接一个才能看，可能才能吃它。但是这样吃的话，其实外期已经算有收获了，但他觉得这样可能还是不行，所以他实战非常冷猛的就这么断上去。这个棋就是说他这个脚就是不能死的一个判断。那我吃，然后他直接扑进来打劫、扑进来继续打劫、我这盘棋打了这么多劫，是打十一个对吧。他自慢就是说，你现在提过来的时候你现在没有劫彩，因为他那个拔了太厚了，你要走的话成了这，因为他这个提完以后下一个挡也非常的大，所以现在陈阳也很冷静判断一下形势，就把这个跳出来。好、那就白棋赶快提了做活吧、对，提了做活。对，他这个形状呢，其实要是换成别的形状的话，他可以考虑脱先的，就再走这边的，就是不提这个。但他现在是跳的，这个这冲完了，因为就冲断、所以他还是提，而且这还是保留一个，有一个，你比如说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还有个劫，这还可以扑进来打劫。对，这棋的确是挺好玩的，挺好玩的。但是这么多劫，白棋呢，现在因为这块棋很薄嘛，他的现在这样实战是连上的，压后。从感觉来讲，这样能跳到这儿，正好跟这边有接应，可以把白棋的后势消掉。就是从手，就是这个次序来讲，看起来。我觉得还是黑棋下得很顺，而且他毕竟虽然说白棋很厚，现在他不扑可能黑棋也要会控吧，但他毕竟对这边也有限制啊，他那地方还是留了一点炸弹，而且白棋这个后势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他那个又是白白的净控，所以感觉上是黑棋好下，但是就是说这对这种高手的棋来讲，虽然可能现在形势可能黑棋不错，但是怎么说呢，肯定没这种事情没有绝对吧。那你觉得就是整个啊，这个转换是谁好？这个转换下到这儿，我觉得是应该是黑棋满意的局面。好呢，因为这种、怎么说呢？比如说现在就能判断，现在黑棋盘面好十五目啊，或者盘面跑十目啊，这种，那真的是这种他们这种可以拿世界冠军的人，可能可以下一下给，因为毕竟这种变化还太多。因为白棋这种厚的好处就是以后你怎么进去都它都，虽然下了一些亏的棋嘛，但是从调子来讲，我是喜欢下黑棋。你不觉得吗？确实觉得这边啊，虽然是被白棋提了，但这边黑棋还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对，这边占便宜，而且这步正好是绝好的一步棋。对，而且这边都踢成这样，这边还有个扑劫，让这个白棋啊就觉得。因为像这种后势啊，你说不好的话，这种真的是白后了，等于被黑棋走完了以后，黑棋这可以成控，但你白棋这全部都变成单关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后势啊，就是一排单关，就是、还是去做两个眼。得的现在跳完以后，看这块棋也没有顾虑的话，真的是得的有限，因为这块共就三十目棋左右，可能就三十目的话，这边本身要是白棋要想做的话，这个出路肯定就不止三十目了，等于是白棋本来白棋的红被黑棋这么先手走完了以后，那还留一个劫的话，所以从这个战就是从这个真的是从调子来讲的话，我是觉得黑棋应该可以满意的。对，全局的目数其实也是这样，白棋就只有这一块空，黑棋呢就是这些空加起来，我觉得已经不比这块小了，我这还有一个这么大一个形势等着呢。对，所以应该是黑棋好下的一个局面。然后飞这个，按理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是会往这补一个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个大飞脚，这个脚显得还比较薄吧。对，补一个不丢人。补一个不丢人，补一个应该很实在吧？可以说这步棋，那实在下得很狠，那是用出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手筋，就点这个。啊，那他其实现在还是、对这块棋还是有一点想法的。现在黑棋并不是觉得这棋可能到现在肯定不会接这个，接这个被尖出来以后，绝对是因为这接了没任何价值，这等于多一个黑子，所以白棋要想走的话，也是现在该走什么走什么，就这地方就算被你冲出来，当着没看见一样，所以肯定要处理这个。其实走在这儿应该是形势不错的情况来讲，
就这么补一个十供，可能现在黑棋应该是不差的。嗯，那下得很狠，对这块白棋还有想法。现在白棋就契合的打入，就是说你今天当我这边没看见，那我当你这边没看见，他这边就不看了，就往这边下。是，就说小强啊，最近的状态非常的神勇。对，这个的确，我觉得这个和这个交换真的是感觉上是黑棋是没，而且因为这白棋成不了多大，这边也留着空的。你等于走这个的话，这其实很没面子嘛，这步棋的也是，这本身而且有靠端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随便这边搁一个。嗯、白棋的子多，但是它没有。但是呢，这种下法呢，可能就是为了用盘面十目左右的下法。为了就是把这个领先的局面控制得好一点，但这可能是最严厉的一步棋，对这个白棋的所有的子都有攻击性，所以白棋就白棋契合，契合的反击，尖出来，这是经常有的一个定式，因为现在直接贴的话肯定是啊，这个这肯定不合取，基本上靠这个或者是靠三三，靠三三，这是两种。但是走完这个呢，这个现在显得亏了。但是现在捞脚的话，就捞一点这实力的话，这已经有个子，这边太薄了，他必须要下的紧凑一点就搬了。靠这个，他就是现在要把这个子要逃出来，如果这个子想弃的时候是靠三三的。对，然后这要是补在这儿的话，这边就可以飞住了。然后他是护住，然后这个贴过来，这都是有研究的吧？局部来讲的话，这其实白棋是应该是下的，应该是那什么。对，黑棋不好下的局面，因为这个段应该是绝先，这个子不好弃，必须要吃在这儿。啊、那我这边的吃就先生。先生了，就是所以你这边段的话呢，其实就这么段的话，局部上也不会，就是不会输气了。那是在挤在这儿。我觉得在这个局部，白棋还是非常有所得的。有得是有得，但是黑棋是觉得只要把这个冲过来，这以后因为这个后头以后这打入是。而且利又是先手的话，这根本就防不了。他这个就是下的比较简明，只要能够先手的把这个攻一攻，然后再把这个控绝了，你这种下法。因为这边打入啊，如果是这边我这个是逼到这儿了嘛，这个打入本来就有啊。有，但是这个脚上白棋损了很多呀，就是本身这局部的确是白棋可以接受的局部。但是现在是问题是在实控啊，这个实控就等于现在从这个边上开始算，都可以算成黑棋的控了。刚才你可能全局的目数，所以你比如说这个本来打入是有的，但是你现在唯一的所得，比如说是在这边的话，这个以后假设被这个，但这个不是最好，就比如说这个打入你，因为这是先手嘛，这个地方目数要被撅完了以后，白棋就没空了，只有那一个角了，等于是。是，所以那我觉得不是他的错啊，对，是他本来就只有这一块，然后到处，然后这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冲过来的话，显得局面就比我刚才所说的补一个，其实可能形势就不差。那他这样下的话呢，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掌握的非常好的一个，所以朴廷桓就下得很凶，就往这儿走，哎呀，还是觉得自己是后手，要反正要威胁你。然后黑棋觉得这个跳太大了，就反击。就是真的觉得陈阳烨这下的这盘棋，他下的非常的凶，对，就是对白棋的这种，你说其实这么有多个子拆个三，其实也不过分的吧？按照道理来讲的话，但是他就是要给你搞，对对对。对，就感觉啊，现在的陈阳烨好像棋变得凶了。对。他春兰杯拿过世界冠军之后啊，这个棋非常的凶。对，真的是现在看他的棋谱，就是下的狠的这种招法很多呀。这等于就跟你就是这样作战，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怎么说呢？又是一个复杂的新的局面，因为白棋这毕竟厚了嘛。刚才要不厚的情况下，没这个飞的话，这个作战是肯定白棋不敢占的。但现在白棋有这个以后呢，白棋现在也是敢就这样贴上去，也跟你作战了。当然黑棋也是表明自己也厚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差不太多，感觉是。我觉得白棋肯定是要战斗的，因为现在白棋的目数先考验你，比较吃紧。这个你接不接？这个其实要接的话，就说这个两个子能跑出来的话，这白棋基本上就结束了，等于是。这个形状，白棋下的也很头疼啊，下成这样。就是说你白棋必须要去吃这个黑的，所以这个感觉，你要是刚才在这儿的话，可能不过这样也不好吃，因为这有个点，但是。等于这样的话，这吃这个两个子和搬这个头是见合的话，基本上这个感觉白棋不好处理，所以白棋还是想先搬这个，
等于是不是把这个地方封住了以后呢，我再站着，你要是现在敢提的话，我就这样跳着把这个这样封住你就算了。所以白棋选择了，就等于说对白棋呢就先搬一个看看黑棋到底是哎就算了，对，还是因为再没有一般来是提的话，然后再把这个封住的话，白棋就只有这么下。当然这样形式可能黑棋控倒是不差，但是这能封住的话，那刚才这边的味道就会差很多了。等于这样的话，所以黑棋根本就不可能还继续给你搬这个。好，黑棋这个不肯妥协啊。然后白棋呢，现在白棋这边如果只是想联络的话，可能会伤及下边的这个连扳、哦、这个呢、啊、你吃我这个子没关系啊，我吃这个，对，吃这个、嗯、我这一长出来，哎，这什么情况啊，这怎么白棋怎么突然间这么长的一条龙要进去了。这个进不进去就看计算了。这比如说我先跳你一个，你接上，然后你要把这粘出来、嗯、然后看看我能不能逃出来。对，你这能不能逃出来，第一杆我加一个能逃吗，加还是跳，这个就是要靠计算了，这个就没法说。怎么说呢，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就算这一步一步的下，应该感觉上很复杂吧，这个棋反正不是很简单，因为这个这样断就成先手的话，这边没什么借用，你敢不敢长的话，或者是我杀气有没有可能双，他实战就是选择了这个下法，就是选择了这个杀气。对，但是白棋也只有这么拼了、嗯、因为他现在要不然的话他这边也伤的比较多了，他现在不可能就是光这样连上，或者说他这样接上都觉得这样都没法争胜负的，他只有先把这边封住，你要是提的话我就等于把这边再封住。对，他是给黑棋了一种压力，其实黑棋就选择尖一个可能是最稳妥的，因为这样的话留着吃两个子就等于这面已经接上了，但气势上被白棋，气势上反正白棋反正就是蹭过去一次嘛，这样的话，嗯，其实这样的话应该形势这个虎到这儿这边打入就没有，形势就算这样应该黑棋也不坏，就算这样，但是现在就像你所说的就这么直接就杀上去了、啊、就来杀这个气了，就是直接杀上来啊。这个前景到底是什么，我想让大家呢给大家一点时间计算一下这个地方、嗯、然后呢我呢现在拿到了一个大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个结果，双方的对现在十二支队伍的一个战绩情况、嗯、因为现在到底是夺冠形势怎么样，保级形势怎么样，咱们看看今天的结果。今天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就还剩最后一轮嘛，广西华兰队是1-3输给了贵州白陵，不过他们两个队好像是都没有关系，对，都没有保级的关系。 嗯古井贡浙江队是4-0战胜了苏泊尔杭州队，杭州很危险。杭州4-0就是一分都没有拿到。对，一分都没有拿，他现在还是26分呢、啊，就是。今天我碰到刘星的时候，他也很担心，他说他这场他上都上不了。啊？为什么？可能他最近成绩不是很好，他跟我说。哦，那他这个现在这个杭州队形势很不妙，确实非常不妙啊。嗯、中国移动上海队是2-2主将战胜了山东景之酒业队。哦，那这两个队也是夺冠无望、保级无忧的队伍。上海其实前一段时间跟我说，小糊涂还跟我说挺危险的。那在这一轮。就是在上一轮之前他们还挺危险的，因为他们赢了贵州百灵队嘛、嗯、所以就脱离了。对，现在好像是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那现在主要的还是有关系的队是经历怎么样、然后现在重庆银行队1-3输给了辽宁菊花岛队，冠军在我们开始讲棋之前说冠军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哦、看来这轮下完冠军也不一定了。现在那优势是不是只有一分了呢？对啊，现在重庆银行是41分，那贵州百灵是3-1战胜了广西华兰的话、哦、他们也有40分了。哇，那最后一场真的是双方很激烈、啊、就现在等于夺冠之战还依然是扑朔迷离 真的我本来觉得4分的优势很大的，但是没想到重庆一分都没有拿到，然后贵州拿到了3分，因为他输给了辽宁菊花岛队，辽宁菊花岛队是保级大战，他原来是26分，那3-1赢了重庆就29分了。嗯，那再看看西安曲江怎么样啊。嗯嗯，西安曲江队是3-1战胜了广州广日队，那、就刚才崔振汉赢的那一盘、是西安曲江和辽宁菊花岛队还是并驾齐驱。嗯，他们现在西安是25+3，28，辽宁菊花岛是29，
大连上方恒业队3-1战胜了中信北京队。嗯，这两个队也是双方没有关系的，没有什么大关系的。那现在杭州队有多少分呢？杭州队是26分。26分，这边是现在排名肯定是就已经变化了嘛？哦，应该是杭州队是26分，是第11。哦，西安曲江队是28分。第10，那现在杭州只有是最后要是不赢的话就已经没有希望了。对，只有赢了才有希望，跟看别的对手的结果才看能不能保级。我现在这个这一轮结束之后啊，本来以为冠军的归属肯定是决定了，没想到冠军也是悬念。嗯，这个保级之战仍然是悬而更悬啊。而且现在等于是变得和开始的那个咱们今天讲题之前的那个顺序有变化。对，现在变得曲江队和杭州苏泊尔掉了头、嗯，然后现在杭州是变成最危险的一个队了。对，嗯，哎，真是这个争胜负就是这点比较残酷嘛。是、啊，因为不能双方赢，必须有一方有赢有输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对，可以2-2，但2-2的话还有个主将的，一旦就差这种一分的时候，像你所说的这种。跟我说过，就当教练的肯定心脏也不好，对，是啊，这个确实，刘星他可能为自己没上场而觉得有点遗憾，就看到今天的结果之后。嗯，真的，这个反正是后天下吗？还是下周？是28号。28号，嗯，那28号真的是。28号已经结出来了，对。28号。28号最后一轮就那围甲是吧？对。那这真的最后一周。哎，我也很想看、啊。对、嗯，看来是围甲联赛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就是正是由此啊，因为有夺冠，有保级，所以可能是每个队员们他们这个才把每一盘棋都下得这么，等于是拼的最后一轮的话，主要是看重庆、贵州，还有这个杭州，就是相关的队，西安曲江队、辽宁菊花岛，对，看看他们保级。对，这个看最后是谁能赢，这真的是最后一场，说不清楚啊，这个。是啊，然后其实说不清的很多啊。现在我们这条大龙依然是也是说不清的一个状态，它生死未卜，到底是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来得及计算一下？其实你刚才所说的长，其实也是一种杀气的可能性嘛。他实际上选择了这样，搬了一个在虎。哦，搬了在虎。其实我长的话，我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是挖吗？有可能吗？有可能是挖，但是就是说，他这等于就这样投在前面，他就再下一手的时候比长可能也觉得要好，因为有可能刚才我不知道走这个点便不便宜，有可能单接一个也有可能，等于是。因为这地方反而白棋有可能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所以他实际上就是等于搬这个是绝先嘛，你必须这个子不能死，得接上，然后等于这样的情况，现在黑棋白棋没有什么想法了，白棋只有接这个，就是说你这块棋黑棋是死的，现在只能这样把表态。那我觉得应该白棋特别危险吧，我觉得白棋的危险系数是90%，他就是拼了他自己的这个气长，你这只要能跑不出去的话，他是因为厚嘛，这么宽的一条路，我觉得这最起码是2车道吧。两车道，但是下一下也不见得，比如说，这个地方就算他实际上尖了一个，他也不敢走太远，因为太远的话，他这以后可能就有活棋了。哦，这地方有靠啊，有靠什么？有点啊，什么打都有可能，因为这局部该白棋下，这底下面还是应该有半只眼的吧，就是。断完了以后，那我小尖好了，我觉得、这个、对他实在就尖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好，等于就是把这个地方没靠，只要这线的能出得了头，这棋就下完了。白棋现在在这靠一个，像这种地方就是说，真的是让人头疼啊。这种地方其实黑棋这么厚的地方往这儿靠一个，看不出它的这个用意，但是其实下一下的确也挺难受的，被觉得没关系，跳一跳。他实际上就是跳、哦，你好像跟陈阳宇下的都一样、啊，但是你比如说要是冲一个的话，这种就是这其实是最简单的想法，对。对啊，我现在这气也不用紧，就等于这地方等于是有先手了，这样的话，他这有先手的话，这边的攻击方式就对黑棋就有压力了，所以黑棋就说你这边反正也出不来，你就算顶一个，我连上了以后，我再把这边封住，对，你还是跑不出去，所以他这个也不长气，对，也没长气就跳这个，所以现在反过来说，白棋还是要。来吃这块黑的，跳这个，黑棋说你也不强啊，你要是来冲断我就把你蒙在里面，你要死吗？等于这个这样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对，这手棋挺凶狠的，一般的大家感觉可能在飞啊跳一个，其实也有可能吧，飞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怕这种尖这一类的，以后所以就是往这边走的话他还是有点那什么，能够把你压回去的话他总是想在这个地方给你战斗，嗯，然后走这个，好，然后跟着贴长，这样接上，感觉上这些黑棋是已经有一定的把握了吧，现在黑棋啊就长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这个气现在，这其实真的就是要是像他们这种水平的话应该是气早就几口气，是肯定一看就可以看出来的，对，白棋的气显而易见，那比如这班长也是先手，然后这棋黑棋能成几手气也是一个，我看这棋黑棋的下法是不是他有可能想在活棋，他拐在这儿，这要不走的话下一步棋有一挤，这个这一挤就连上了，哦，所以他这等于是连眼都有可能有，就因为这儿可以差不多有半只眼嘛，你要是不是等于接在这儿的话，这是先手，这就等于随便走走就活了，嗯，所以这也是一个要害，把先尝一个，他是希望你走这个的，他顺便再补这个，让你再多花一手棋，然后他再粘上，嗯嗯，粘上的时候你比如说要再冲这的时候，他再加一手棋，这样就看不清谁棋长谁棋快了。但这个地方陈阳也很清楚，先挤在这儿，这一个手筋，就你是想利用长完了再补的，是我是要等你走完了我再粘这个，哦，这样的话他就只能松一口气补了是吗，先没有，他先缠这个，就你这冲不过来，对，我得粘上，嗯，对吧，等你粘的时候我再补这个，就他反而是黑棋来选择这个调子的啊，对，他就必须就紧不了这口气了嘛，嗯，然后现在跳在这儿，你现在可能紧气还是能紧，但是这样的话紧气是不是跟这边有关系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嗯，对，它这跟这个眼有关系，对，它一打吃一做眼我就活了，这个地方呢我走到这儿的话等于这地方是没有眼的，以后这冲了打踢完了以后它这儿等于是有个眼，它所以白棋狠狠地下在这儿，然后黑棋粘上一个，粘上，然后把这个粘上，这样的话这边是肯定封死的，就看白棋现在能不能吃住这个黑棋，破眼，那是不是破眼其实只有，但是它这地方是不是有冲断，它得在这边走棋啊，这个哦，这地方他还担心有点是被搬完了以后冲断是先手的，对，气比较紧，嗯，白棋的这个气挺紧的，就是你接一手但是又不肯了，啊，现在实战是搬在这儿，就是又紧着你的气啊，你看他还是要断在这儿，因为还是跟这边那个气有一点关系，让打吃长，啊，然后他是贴住这个，哦，然后再把这个冲，这个肯定要粘，然后再冲，哎，冲这挡不住了，现在这挡一挡的话啊，他一断吃，对，我一粘上你得粘这个我再一拐，对，这样就爆了，嗯，所以黑棋呢现在白棋现在只有搬在这儿，哦，这个棋还真挺猛的，往这儿走，走这儿，他是为了利用这个攻气想有眼杀无眼，就是说假如这样的话是等于是可能他要做眼吗还是长气，这个气肯定是能长是永远可以走着，那肯定就是说我没有计算，可能就这样是不是就有眼杀无眼，一二三四五六七，嗯，应该是有眼杀无眼，等于是这个先长掉，嗯，长它得粘上，然后这下面没眼的话就三一二三，对，应该是这些都要白棋去收嘛，嗯，应该是，而且这地方不走的话这黑棋还更延气呢，等于这一扳就白棋这还得长一手气，嗯，可能这样的话肯定是气应该是够了，就是做一个肯定就是看清楚这个有眼杀无眼的这个，然后白棋现在反过来他要去延气了，啊，他是想去做眼也有可能对吧，尖一个，对，做眼，嗯，然后白棋挡住把这个气紧住，但是这个肯定是现在已经是白棋不行了，因为黑棋现在下的很妙，这一靠我是不是要活了，一尖，对，下面是这气已经没有活了，然后因为这一长了以后一虎就做活了，对啊，这我觉得最后可能是调情和有可能是打勺了吧，这个地方因为这很简单，一走一走这就做活了，这棋一做活就不过杀气他不是也杀不过了，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尖一个或者是他在之前啊他这个地方
不是一样被冲了两下，又这等于多花了一手棋嘛，他挡不住，然后搬了一个人又挡了一个，多花了一手棋。我觉得他这地方可能有误算，那他这棋搬还不如比如说就单长一个或者单接一个，这样气可能会好一点。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有没有机会，但是反正最后的结果是这加完了以后，这一尖就等于做活的话，这棋就没法继续了，所以搬了一接以后他就投子认输了。嗯，陈耀烨中盘获胜。嗯，从这盘棋看起来真的感觉陈耀烨真的是力量很大很大，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叫暴力围棋啊，真的是。是啊，现在的年轻小棋手，现在陈耀烨是80后已经称为老将了，都非常的火爆，无论是小棋手还是老将，在棋盘前呢这展现出来的都是火爆的那一面。你看最后把这块棋全部都杀了，而且是白棋的这么厚的一样，是对、啊、从这一飞开始就简直是有一尺长的一条龙、嗯、要是我的话肯定在这之间就是杀棋的时候头都要算晕了。而且这我觉得不过标田可能是看错了什么，因为这冲挡不了，这搬了一个然后再去挡一个，他花了两手棋，真的是等于这棋黑棋多走了一个这个，然后再多走了一个就等于做活了。他那是要走得好的话有可能还比如说先打一个之类、嗯、先看你一下应手啊什么的，有可能还比较复杂吧，那个时候可能是。对，通过呢、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两盘棋，我觉得这个死活题计算真的非常有用啊。重要，对，现在就是、对、嗯、没有力量真的不行、嗯、回家好好算死活去。好好、嗯、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